健康警示：每三个新加坡人会有一个患上糖尿病，它可能会导致失明、心力衰竭、肾衰竭和截肢。现在就开始减少糖分的摄取，减低您的风险。较低糖维他精比其他普通乳酸菌饮品少50%的糖分。较低糖维他精，关爱您的肠胃。